开场。开场，开场，一起听啊！开场，开场啊！精神来啊！我们要赚钱喽！耶！今天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企划，因为呢，我们这个 YouTube 成军以来啊，到现在啊，大家都知道我们是非常非常辛苦。那有一些很多好网友的好朋友都想要说啊，赞助一下我们，支持一下我们这样。但是我们也不能平白无故的就拿人家的资金这样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呢，特别挑选的这个南部这地方呢，要来拍出很棒的半年历这样。倒灌进去，感觉你有毛病是不是啊？你是不是有毛病啊？好疗愈，太疗愈了，太疗愈。从现在开始呢，只要是加入我们 YouTube 的会员呢，这些会员好朋友们，你就有资格可以获得这些我们所拍摄的年历，这样可以用手机的、电脑的哦。这个在这个影片上面，大家自己下载的这样。那拍照的重点是因为只有我们三个人而已，不是别人拍，是我们自己拍。所以呢，这个景每一个会有会员吗？就是我们一手包办的意思啦。这样子，前途又看到。我们今天的拍照的这个相机呢，不是用手机，我们用的是那个什么底片式的傻瓜相机。傻瓜相机，因为要很好的技术才能拍出很好看的照片。哇塞，这拍的当下什么自己都不晓得。对啊，拍的当下完全不知道在拍什么哎。对啊，所以要考验我们三个人，惊喜惊喜，到时候洗出来才惊喜。所以这次年历完全只靠这一台。这台，哎，我拍了，喂，哎，可以了可以了，这张美拍。那每一个景点都会有一个摄影师，由那个摄影师说话。那反正就我们三个，那怎么决定那个摄影师？只要抽到鬼牌就当摄影师。是，好走。一二三。啊！我一直拿着相机啊。对啊，这是你了。哎，我今天穿的很特别。你真的很像那个酒壳。我穿海滩裤，然后穿防晒衣，然后戴蛙镜，结果没有在画面里面。你这是雪镜吧？这是蛙镜，这个就是蛙镜，它是防水进去的啊。好帅哦。这样子啊，结果我是摄影师。我想要拍趴在石头上面的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因为很多有一些泳装美少女都会在石头上面拍照，不是吗？对，我觉得要拍到刚好那个浪花打过来啦。那我跟你讲，你们一个坐着，一个在岩石旁边，人家75块要让人家花的觉得有价。等一下，因为这毕竟是国家公园嘛，问一下老板，这个是可以爬的吗？不用，一定要爬到最高啊！你就是你一个高一个低也不好看，两个接近一点好吗？哎，没办法，我哈利熊啊。我刚没有转，很久没用了，很久没有不会，我要转要转，好来来来来，哎，这个可以绑脚一点，可以绑脚一点吗？这个要很会。我跟你讲，现在我们就去把它取出来了。我想看这一张。你们两个来。
因为刚刚是以那个景比较浪的为主，这次要以人的，所以人家买很多时候就是一种陪伴嘛。没事，陪伴你太远的时候，他觉得好像有陪若无陪。没关系，不然你讲出来你的 idea， 然后我们重新。他现在越认真，我越不想。来了来了，我有感觉，更有感觉，快点。来到纽西兰了，搞不好有黄眼企鹅啊！我们现在来看企鹅上岸是不是？哎，又重回那个半岛了。好了，那不管怎么样，我们现在在恒春半岛了。哎 ，OK， 那这是台湾的最南部，现在我们要去一个地方，很漂亮，算是秘境吗？
在地人提供的秘境，是不是？小胖提供的啦。是啊，这个草原不就大家都知道吗？为什么来海边看草原？走这里，这算秘境吗？走这个吗？对，这都林头树，这不止秘境，这算密道哎。这边啊，花明又一村，这边是五岁哦，要符合我们今天三个人这样子的打扮哦。哎，我们今天这里有主题了呢。地方爸爸，地方爸爸 ，local daddy， 这样比较有吸引力。只有这一段这样嘛，你们有点耐心嘛，出来就没有了呀。哇，哎呦，哎呦，来了，来了，就差得多。哦，这个出来这个秘境以后，整个开阔了起来耶，是不是？对，哎，好棒哦。哎，你说这个是台湾最南边的这个前面这里啊，这一次这座山啊，有没有？这延伸下去就是这个台湾有没有最底部不是两只短脚吗？对，长脚，短脚我们刚刚已经过了。哦，对，就是前面那里耶。我们今天选的这个秘境呢，现在来拍一个，这个年历是九月。各位导演有想法了吗？马上有，我马上就有了。那抽牌，要抽牌，不是我当，不是我当，要你当。你有想法，我来传。我有感觉，有感觉。谁来当摄影师呢？拜托是，那你就打开来啊，就跟啊，拜托，地方爸爸要发挥了，因为有一些女性观众要照。你看不起地方爸爸吗？你怎么样？你看不起地方爸爸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踩空了。你是踩空。对啊，得人家好啊，这里好滑。怎么样？今天穿成这样是要干嘛？就是来这边脱掉的。真正好看的衣服是穿来脱的。是你来，你要再给他脱到导演啊！哦，拥抱大自然，跟大自然融为一体，这种感觉，写真写真。若隐若现感，而且这样子感觉比较好。这边用一点，来，这个怎样？出来，出来。就这样。哇哇哇哇！有，你走啊！有感觉，有感觉，好。来，要有感觉。这个干嘛？你又不讲话，别什么麦啊？别把麦拆了吧。喂，撕掉不去啦！要撕掉比较有感觉。撕不掉！哎，我们到底帮我拿着，帮我拿着啦！有没有来上？哦！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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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要照飞！你要照飞！你好笨！让我感觉这样，这样，这样，我要你抓住那一瞬间，一二三的时候是这样，好不好？先来一个这个这样这种感觉。神经病啊，这跟你刚讲的差那么多。你刚说是一个瞬间下要趴着，我们刚刚只有一张而已。我们讲要来纽西兰，纽西兰是怎样？最开心的就是那些绵羊在吃草的感觉。这样绵羊在吃草感，所以我们现在是当先绵羊，先绵羊，先一个绵羊。你不要这么无奈，请找你的。导演不会咬，导演可以吃饭吗？你学气笑哟，卖假菜啊！心吃草感，吃草感。那小马哥那个周润发言啊，噔噔噔噔噔，这种感觉，开心吃草感，就这种发自内心。来到纽西兰，有没有那个半岛？最开心的呀，最开心。来哦，再等一下来，哎哦，哎呦哇，海浪来，等一波，等一波，好，好不好吃？好，很好。哦，这张 OK， 这张 OK， 好，真的，另外一个，躺着，快点，快点，你就是要躺着，哇，我操，走开啊！有感觉，这样，自己打开来，真心拥抱太阳，真心拥抱，真心好 ，OK， 就这种感觉，哇，哦，一二三，哦，完美。对，来再一个，可以了，真够，真的人够了，可以，打死你，来到秘境，可以了，秘境就这样，好了，可以了啦，可以再，好，可以了啦，奇怪。For making the most of it, and it can be a little hard to fit every bit of what you want into your life. You tell me it's fine, you sense of the. 冬天来了，最近滑
雪哦。啊，这样一看就知道是冬装。我们今天在这个恒春镇上面找到一个场景哦，叫纽扣仓库。哎，这没来过呢，没来过。这是废弃仓库哟，废弃来哦。你看在那个琼麻，看在恒春三宝之一琼麻宫。琼麻，废弃工业风啊。哎，这是喝酒的地方哦。酒吧还是二手市集啊？对，有偶尔会有市集，镇上一个新的景点。所以晚上这边一位难求吗？会很多人，很热闹啦，啊，很开心的一个地方。然后会有表演者在自己的舞台唱歌，自弹自唱。然后你来恒春也可以来，这也太深了吧！这里，你们现在只走了三分之一，看不透哎，太深了。应该用，这应该要怎么拍？拍帅帅的，又不一定是你抽，但是对，搞不好你是模特兒啊。我就怕我就连装啊。来，哎，真的哎，这里很漂亮。然后东西也都满满的，可是真的不晓得要怎么下手。又给他先抽，没，他不会抽中啊。哪？刚好这次没有啊。好，头大了，我这要怎么拍？来，我来。真的不知道怎么拍。一二三。裴老师，反正你又没有要拍了，你只是个导演。你的围巾给他，他最喜欢用围巾了。有啊。对，这样才对，冬天。有流浪汉的感觉吗？因为这边一个很萧瑟的感觉。他的外套给他穿着，这不好看。可以啦，怎么不好看？可以了。你冷边啊，这样子。然后他没有人在围围巾，他没买不起。他买不起，好热。头巾哦，我不适合，我不适合，头上有东西哦，我开始觉得冒汗。哎，突然有点嬉皮的感觉，也有点嬉皮，有点嬉皮的感觉。冬天感。外套感轻的啦。哇塞，哎，你的吉他，你有没有几把吉他？你这个是在干嘛？有点随性，有点随性那样的感觉。这叫随性，这叫随便吧。好嘞。哦，冬天感，孤寂感，刚拍起来。对啊。然后有导演，你一个客服里面要两个人，好不好？对啊。导演他要戴手套吗？不行，流浪汉没有钱买手套。你戴手套，你推车。你就这样报复啊？等一下嘛，第一张。你在干嘛？你就怎么导演叫你讲话吗？第一，来，来。不是在此时，不知在何时，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。挣脱这个牢笼，时尚的挣脱，脸贴上来，贴在框上要挤出来，像那个《呐喊》那一张画一样，《呐喊》对，要挤出来，脸挤上来，啊，那个外套来。啊！你要贴上去啊！你干嘛？这好脏啊！贴上去啦哦！那挤压有挤压，那感觉要够两。永烈，你要记得昨天他叫你吃海水，要永远要记得这件事情。他叫你吃海水，下来撕破你的衣服。这个，你洗衣上啥？你会不会啊？你不然差点，这年纪要两个。还好你提醒我，进来来了。洗哦，这个脸越稠越好哈。对，第二哈哦，这个很有张力哦。来，一二三，来。哦，这样子需要戴围巾手套吗？认真时尚哎，鸡突了，鸡突啊！啊，干，冬天可以了哈，不，你左右你拿起，照相机你不是这样的。没有，这里没有灵感，完全没有灵感。你看，我觉得我蛮好的。将心比心。不会，我要到下一个地方。那你还想叫人家吃海水吗？在这里抱怀你抱的事情。当然可以。当然可以。当然是。可以了，拍两张了，已经两组了啦。两组了啦。谢谢你们哦，谢谢哦。好啊，拜拜。急着要拜拜的，谢谢你们。这么早？谢谢。为什么？我们要拍照啊，现在要拍
你吃不到，你最好吃。来来来，感觉很好吃的样子，来，哎，感觉很好吃，哎，很好。我有这个，这个。虾壳啊，那个香味啊，发挥到淋漓尽致，五花八门。你们讲的我都感受不到。啊，是啊，一点感觉都没。太好吃。啊啊，太贵了。不要不要，这个颜色有没有好像下去卤过这样子的感觉？哇，上面哇，上面还有微软，你看啊，小小的握手力量啊，都下了都下了。啊啊！哎呦，来就来就。你如果想要吃到那新鲜的海鲜呢，哎，这一个店呢还是蛮好的一个选择。这个点我们先来到车城的福安宫，哎，这福安宫就灵起啊，你看这游客如织呢，咱度假地方哦，吃啊玩玩玩，啊，咱这是要去八月嘛，八九月的，哎，反正是夏天的一个感觉。其实在这边拍，我觉得这个年历里面有庙，感觉还不错，我们台湾的传统，波比公杯啊，波比啊，来，我拍。好不好？嗯 ，OK。刚刚说，因为可能有时候一些神明会出巡嘛，你们两个把它给起来，当成那是神明要出巡这样。不是美少女啊，它才有代表性啊。妈祖牌架啊。哦，妈，啊，不，扛它也可以，好吧？那你进来，进来。好，来拿起来，快点。啊，来，两个前面 pose 好看一点，可以压开嘿。好安尼嘿，安尼对，安尼嘿，袂歹哦嘿，阿娇，撑住，撑住吼，啊一二，啊撑住，大家撑住哎，好，走不动，快点，坐板凳，你们两个都坐了，就你们两个，好，在庙门口，对啊，这样子，在中间一点哈，很有 feel， 很有 feel， 预备。好嘞，来去。谢谢，先谢谢土地公。谢谢。感谢感谢。雕料。接下来我们要选一张呢，当地特色的。在地特色。车城嘛，恒春嘛，洋葱啊。哦，洋葱啊。你看那边卖洋葱的，洋葱这边有名吧？对不对？洛山峰嘛，洋葱。洛山峰的洋葱嘛，洋葱可以。好，那就跟洋葱一起拍嘛。来，这样一袋50吧。一袋哦、喔。他说一袋50块耶，哇，好便宜哦。他们买一袋。好饿啊！啊，
那个在哪里嘛？那内底都十几粒。这小颗的，那大颗的是一袋一百。好了，谁是摄影师？你有想法了吗？没有。你从头到尾都没有想法。没有。哎，那你没有想法，没有想法。交给那个没有想法的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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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洋葱贵了哇，给他嘎，给他嘎。苹果赶快，哎，刚才就香甜的，哎呀，会流眼泪。就你咬的那一刹那，也喷奖，刚我抓到那个喷奖那个画面，哇，气化嘛，气化嘛，会流眼泪。我知道它的刺激感了啦。我说这根九尾，这根九尾。这边一个刀里加蔗糖，买啦。头家讲会知啊，头家讲会知啊。哎呀，他早知道人豆啊，人豆袂歹吗？对啦，买啦，你敢无？这样真的可以吗？啊，我得了了。你们遐算测啥了？哎，哇塞，有啊，你啊，是啊，没有，对。老板说可以的，我没有要这样。你蹲着，你蹲着，蹲着，扛在肩上。天哪，我干嘛？我要压坏他了。你放轻松杯啦。没有。完美 happy ending 啦！哎呀，吃洋葱，大家事业各业冲冲冲！那我们即将要提供给我们的订阅闹子玩 YouTube 闹子玩的会员朋友们，对对对，希望呢你们可以截取到这些照片，这样啊，谢谢线上网友们的收看哦，请记得喜欢影片的话，记得订阅加分享，好不好？对啊，耶，拜拜，冲冲冲！